人外啊！加西亚直接挑战篮筐，做是非常这个赏心悦目的。我觉得高国豪就有这种。工程师呢也会变成其他球队啊非常担心的对手了。一打成，亚米扬这样的连线遇到了达摩铁，还是要打，还是进了。加西亚很能打。回到加西亚要来怀疑颜色 ，No problem。放大三小的阵型，加西亚的进攻篮板 ，Don't you very much。加西亚的进攻篮板，一口气晃起了两名本土防守者。一年级带领的松山高中啊，获得了年度冠军。哦，他的 kick out 的一个外围投射的机会，但是李佳磊并没有把握这关键的一击。哇！Garcia 今天呢刚出现了，对他一个人在下面休息的时间分太长了。哇 ，Garcia 对抗是有外线出手居多啊。哦，落到吴岱宏的犯规，球在志杰手上，给到投射中的贾西亚，攻进两分。吴志杰投三分球，篮底下贾西亚想要进攻篮板，又投中，再回去灌爆你的篮。哇，篮底下再射出，哇，这球。最后是由贾西亚补进这两分，给到前面的贾西亚，篮下有机会吗？哦，好球，赖廷。贾西亚要挑战篮筐，没有问题，摆进两分。同时，杰给到简伟如，这球力道短，篮底下贾西亚转了一圈之后，两分还是给他。总是有多打少机会，直接给到贾西亚。前面有多大找的机会，林志杰背后传球给贾西亚，对抗之后啊，两分。今天出手没进，受到了干扰。贾西亚，球再回到他的手上。的这个塔比奥在动态的接球之中，就会有好的接得分的空档。哇，一个转身就直接爆。回马枪，贾西亚，发球线后面的跳投弹了一下进。现在做到假给真切啊。而且他的第二段加速节奏感非常好，拉高哦。吴岱豪来守 Garcia， 哎 ，Garcia 球掉，再拿起来插板得两分。哇，这个球让 Garcia 也太轻松了，利用沟通上的。哦 ，Garcia 连续的 N1， 哇，机会是完全出来了。对，好球，剩下五秒钟。野兽倒地，球送出来 ，Garcia 多射得分。好 ，BC 打不成，给 Garcia 试试看。Garcia 突然间的转身，哇！现在变成五打三了。有机会了，再给篮下。哦 ，Garcia 得分。有人受伤了啊！四秒钟了 ，Garcia 落位，来单打阿成，再拨进。自投自抢。前面偷跑的 Garcia 接到球，站稳了再灌，直接双手失误。这个球中线也很拼。卡西亚，蔡文成，前面没人，直接杀上去。一个 long two， 好好的把握那几球，其实就分数可以拉回来。差点经济独立往后传，还是拆着。又是一个进攻篮板。中，一波跟进没有机会，给到第二波跟进没有机会啊，但比较可惜。还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，是难度很高的，花一些心思去研究研究。讲他应该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协助。其实，在富邦勇士的整体阵容上，还蛮常摆上没有纯控位的阵容。梁元持续是一个区域防守，这边小球给到贾西亚，双手扣篮。哇，两个小组，哇，又是一个进攻篮板，同时是一个 N1。今天在进攻方面也面对 Stephen Hicks 的防守，其实也有难度。查奇在禁区里面，目前拿下了五分，9-2，梦想家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。不过 Garcia， 哇 ，Garcia 又来了，又到禁区了，难防了。Garcia 抓到进攻篮板，莫展对，那刚刚好这样子的辩证哦，是有机会哦，在这样球，梦想家至少到目前为止，
今天大部分的助攻都来自于杨敬敏的身上。我因为防守看到阿米切进去，基本上都会缩小补防啊，或者接球。哦，这个是破解三二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。嗯。德威这个球差点超到林志杰，一个挥马枪交给了 Garcia 送到前场，前面 Garcia 已经跑在篮下了，要到犯规 A1。 哦，他还刻意等了一下。卡西亚到禁区让他灌篮，哇，距离万钧的一扣。那防守的补位系统哦，他就是没有缩的像刚才前面那么小哦，外围三分线他基本上就是紧盯了。要给卡西亚在内线，这个高度就完全没有办法了，感觉倒传就比较少了一点了，比较多的个人单打。篮底下直接第一时间传给卡西亚，双手灌篮得分，迫使梦想家这边要喊出暂停。在卡西亚灌篮得手之后，方有卡西亚跑在前面，跨进来两分有。中线，卡西亚转身，篮底下摆进这两分，来得及吗？裁判老师给计算，稍后还要在记录台。哇，高森，哇，曾祥军现在也是主攻排行榜第四名。卡西亚，卡西亚要证明自己。哎呀，球传的比较外侧了一些，林志杰再拿回来，篮底下有，这是保险分了。那个简伟如，外围持续的传导，剩六秒钟了。看的出手，中距离有，一个人带到前面，一个高吊球。Check 没有注意到，从篮板上再捡回来，转身拿两。这个组合当中也抓了非常多的进攻篮板。哎呀，不过一上来就破题啊！哦，来个长跑啊！超前做一个背后三球。这几周，这个地板背后直接球一。这是一波5-0的开局，都是 Singletary 在得分。Garcia for three。威尔，哎，哇，这球。Garcia 中。Garcia 要求，啊，这边打掉了。哦，哇，好球！转身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还是犯规了。哦，外线的长人就是值钱。对，对啊，因为你可以把整个空间拉开啊。是，哇，每天多投个300-500颗的话，希望以后可以看到他多在外线哦，有些琢磨。你接球在罚球线短了。哦，篮下还是 Garcia。哦，对，两个人。张宗宪 Garcia 不要看别人了，就是你了。哇，还有一个假传真头，哎，准得可怕啊。哦， Garcia 在二楼把球放进。哎，好球，王博士又被晃开，还来一个 N1 全场的。哦，超好球，差一点，可惜啊。就把球最后一分钟 Jet Nice哇，抢一碗完成了。不过给对方有7秒钟的时间，塔克老师飞过。